我唔重视呢个守护嘅命。外国嘅杂志喺度话我有几多财产，最少有十年讲少咗我一半。我完全啊唔上心，坦白讲，对我嚟讲，呢个系纸上嘅富贵。最紧要系做人啊，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人类有贡献。像我系嘅资产咧，阿威特会系由佢管理噶啦。但系啊，我第二个仔咧，佢有啲事佢好中意，我会全力帮佢。我前两兄弟嘅事啊，我唔关我事啊，佢打交都唔关我事。我投俾童英年先生，一定边个人我都不错。女娲补天，你有冇听呢个神话？边位能够同国家嘅沟通合作好，而中央信任嘅，我自己都系投过位嘅。黄台之瓜，何堪聚集？希望大家以香港嘅利益。关系全香港七百几万人的利益，做啲对香港有益的事、有利的事。我见到个堆填区嗰边啊，个绿色个绿色真系靓，你去睇下，心旷神怡。今日呢所睇到嘅，只系哦，丑楼整高啲啊！或者層多啲啊，咁咧其他建設咧，其他嘅理想咧。